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做的鱼木鸭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《亡灵战争弥赛亚》。咱们上期干什么来着？哦，拯救了妹子克里斯，对吧？然后咱们接下来好像得去到哪里来着？咱们先往这边走。嘿，小伙子，哦，爱德华在这。对，应该不是往这走，走反了。看看电梯这边，这好坏，人家手无缚鸡之力呢。好的吗？还压，还哈，我好疼。打人这么疼的，这妹子是个女汉子吧？想跑，想拉开距离是吧？解决了，应该是要往这里。呦！应该是的，走，去上层。哦，帝国轻鹰突袭兵米亚，你干掉了那个军官，你是来救我们的 MDS 人吧？可以这么说，只不过我也被抓了，我的同伴和我会救出所有帝国的人。启动电梯。又见雇佣被俘虏的帝国士兵。好 ，OK， 雇佣他。救出我的竟然是你，不过我相信你，也不会相信那些家伙。看来我们得继续走路了。那就继续往上走。开门啊！这是哪？在往上爬吗？你好呀，应该是要往继续往上爬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有箱子，瞬间治疗，这药水可以拿上。把什么东西丢掉，仙器不要这么多了，那就是往上爬。这边那里有个，哎呦完了，提示你摔入电梯颈部，然后呢我怎么上去啊？谁打我？这样，你跑到这里来了，你继续往上爬。哦，这里好像是需要跑酷的，哎，多少有点带歧视了。这边跟着红石火把走，继续往上爬。那边也可以继续往，哎，那里好像有路可以走，哎，我看一下要怎么过去。应该是要往这边跳，速度这么快应该是没什么。我走，要撑住这个楼梯。刚刚箱子里面是不是有速度提升效，速度提升的药水啊？先不管它了，继续往上爬吧。这一层看看，对，新的风暴
还可以，还以为，看来是要往那边走。我的弓呢？弓也不见了。想个什么办法过去吧。啊！跳过来了，生命恢复。往上打。随便。踩下踏板。准备一个。想跑。可恶，你不要会自己躲啊。解决了，又是生命恢复，生命恢复。这边好多枪，我这是个狙击手妹子。启动电梯，那这里为什么可以往上爬呀？哎，我刚刚不就是在这吗？可恶！必须空手右键吗？好像出问题了。背包里面的工具呢？修复一下。打不开门了，那又要重新往这边继续向上爬。谁刚刚在开枪？这怎么有点吓人嘞？哇，他伤害好高。门打不开，这边打不开。打起来，继续往上爬。哇，这个家伙血量挺高的。哇，好疼！不要欺负妹子，有什么事情冲我来。可以抢劫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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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解决了，生命恢复，来上。OK， 我们刚刚是从，应该是往这边走，没错。设置重生点，是什么？啊！西吧！不需要重跳，这里需要。哎，西吧！过来了，好像是要往这里下去。红石火把，没错。战斗撤离点，这是什么？队友还没跟上，可以重新雇佣。哎，又点不了了，修复一下。好 ，OK。应该是要往那边走，这里过不去的。哇，他血量消耗了这么多了，可以给他
用这个药水吗？好像不行。哦，什么玩意啊？这家伙谁呀？移动速度这么快？等一下，这要保证他们不死吗？快走，直接往上走。一个箱子，神秘毒妇，幽灵狙击手。丢一批，漂亮，抗性改变，瞬间治疗，下面应该会有个奖。有他们在吸引仇恨，没关系，先往这边走。哎，克雷。再往上，我这家伙的移动速度好快！捡东西。别掉下去了！哇，好多箱子！哎，不是往这边走吗？哦，这里。是暴兵，暴！突击队，快救他们！哎呦，好疼！走反了。生命恢复，打开铁门，走，我重狙击手，让他们去吸引仇恨。行嘞，掉了什么东西？应该是狙击枪。我们刚刚是从这里过来的，哦不对，应该是要往这边走。晚上好啊，MDS 的各位，不得不说，你们的演出特别的精彩。虽然没能控制住你。但的确争取了不少的时间。哇，好疼啊！他们装备这么精良的，打人巨疼。
接下来，这边，OK。深层治疗，这家伙应该是个小 boss。炸弹右键拆除，等一下，先把它拆除。哦，好疼！哎呦，我的天！红石火把进入 boss 站房间，是这个家伙吗？先来这边看看。哇、哦，这里威斯克，先去对面看看。走，背包里面没有药水，直接上。我想你还不认识我，那么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前巴拉巴拉巴拉也是特工，然后呢，我的名字叫做威克斯，哈。哪里还在看？看下，上面的大官们准备大清洗我们。棋子一样，还没那个吗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开始啊！我曾经也像你一样想成为尼赛亚，却发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。哎，他在哪呢？哦，
威斯克，你真是……无线电有动静，阿尔伯特终于来了，快上来吧，各位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哪里呀？哎，上飞机了。人类大陆唯一赢家，我也听到了。而且我刚刚已经追踪到了那条无线电信号的源头，在哪？史密斯和卡特肯定也在那，一会儿就有详细的数据了，大概能猜出来我那边在搞的东西是什么了。多半是洲际核武器。这导弹足以摧毁一座大型城市，那个疯子肯定造了不止一颗，而且至少有一半的导弹直接瞄准东大联邦，东大陆联邦。被你们内部的鹰派夺取了，连我们也要一起赔偿。但愿你们是真的这么想的吧，真是够了，又来这种破事。哎，照片传回来了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地下研究基地，而且周围还有大约10个圆柱形的灰色物体，10个圆柱形的灰色物体，导弹吗？10枚，我们还有机会，导弹还没发射，只是像上次那样，所有的导弹摧毁，我们就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。设定航线吧，阿伯特。末日将至，行吧，咱们这期的时间也差不多该结束了，咱们就先结束了吧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